没事。可恶，又把玩包关了10分钟的小黑屋，讨厌。我觉得我耳朵还好呀。你的叔叔，你看护他哦。有没有种可能，他本来就怕我？啊啊！干嘛捏人家脸啊？很痛啊！耳朵太痒了。谢谢天天皮的超凡卡。
然后就进去了。我喜欢这个小珍珠啊，不喜欢我就把它弄掉。好呀，怎么被撞到墙上啊？是我的肉弹冲击把你撞到墙上了吗？对不起，我
是我的问题啊。前一口就知道丸子是什么味道的了。是什么味道的？草莓味？还是巧克力味？什么？怎么可能是臭豆腐味儿啊？明明就是草莓味儿。是臭豆腐味呢？今天是白色雪糕，这一看就是草莓味儿。哼，什么臭豆腐味儿啊？这一看就是牛奶味儿的。哥哥不会没有吃过吧？哦，好可怜哦。钱给完爆花。
他怎么这样呀？都不给你穿这种衣服。来玩抱家，玩抱给你穿。什么？老婆在旁边。老公，宝宝，我在你隔壁家的酒店等你好久了，人家好想你。你不是说回家就陪那母老虎陪十分钟吗？吃到叔叔的表
今天也要当哥哥的好好宝宝哦，会乖乖的把哥哥哄睡着，然后乖乖的把哥哥的火粮和魔法书全都吃掉，可以吗？叔叔，我的亲亲满意吗？为什么不回应我？你满意就应该回应我。动了。
做法。是清风的模范手。人家需要你陪吗？
不跟叔叔就捣乱，就钻进被窝里把你咬起来。这次飞行时间是2分钟，如果哥哥受不了的话，记得跟晚宝说。好，晚宝受不了了，晚宝就会随机降落的。
没事，我在宝宝，我还在呢。就知道了，不要问了。我们还差最后三本书书完成任务，就拜托哥哥。沈冲，都这么晚了，不要喝手冲咖啡了，晚上容易睡不着。
的是我这条裙子吗？那可真是一个大肉虫呢。哥哥是鸟吗？哥哥不会是来吃我的吧？还有最后七分钟，还差三本书书呢，半了。
吃掉哥哥的叔叔，还差两份哦。中奖了，哥哥记得把叔叔留给晚宝，哦不，给支付宝留给晚宝。
全身都不舒服，你要不要来我家帮我看看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呀？我脖子也痛，手也痛，脚也痛，全身都不舒服。叔叔才会好了吧？
床下了。30啊，谁送了300块钱？
叫你起床了。时间是三分钟，
里有虎牙一号？兄弟们，是我傻了吗？是我傻了？我操！为什么我这里没有显示啊？谁的？我这里一点都没有，一点提示都没有。谁送的火牙一号？能不能告诉我叫啥？我感谢一下。谢谢哥哥的火牙一号。不过，没看见。点吧，可吃掉哥哥的火牙一号。
溜腿。哪里又送了一个？我操！我他妈的！我这里真的一点显示都没有，虎牙出 bug 啦！不是，你看，你看，好像是有啊。哦对不起，大哥，是我眼睛瞎掉了，我没看见。都有提示啊、嗯！谢谢哥哥让回来以后，不过，对，房管纯小丑，房管快点，房管快给大哥磕一个。房管我下播了，好好教育。好。我是个小女生，花火是个小女生，就不要跟她生气了吗？她最近来大姨妈了，心情不好。我脱下来给他看一下，
不要讲那一下晚子吗？你讲好的日子吧。都是水，能不能注意一点啊？
都怪你。是想要哪里的刺激啊？什么语言刺激？那我跟你说，宝宝，求求你，给我吃掉魔法书。
间里。
是不是要亲你的？那你先讲呗，休想画饼。丸子的脚刚好是哥哥的嘴巴那么大，哇，哥哥问丸子的脚到底有多少码？那不是樱桃小脚吗？谢谢军人哥哥的魔法书。
不要按哪里？这里吗？会出来什么？不行，我就是想按一下，你快过来让我按一下。不就？哎呀，哥哥，你的大肠被我按出来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受伤了。我再帮你装回去哦。是哥哥的话，也不是不行，请尽情的用礼物砸死我吧，哥哥。脸上也可以哦。宠物的魔法书，你砸的真准，刚好砸在了我的睫毛上。这一次用睫毛接住你的叔叔可以吗？才能砸在脸上，一号才能砸在嘴巴里。
用不了银行为什么要展开？我会呀、啊。你先送个一号吧，八九。就你问题多。你舒不舒服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舒服就够了。我为什么要让你舒服？有本事自己动。
我是东西吗？我才不是东西啊，我是哥哥的哥哥要乖乖听话哦，不然丸子会惩罚你的。比如，快把你的魔法书上交给我，喂我吃，快点。
要奖励你啊。
我要说说奖励。
如弯腰高抬腿，双腿分说说，这样，thank you.
谢年花哥哥的说说。
这个睡觉是隔壁请来的狗吗？埋埋是你妈呀。那你问问妈妈给不给你奶喝，你这么帮她引流。但是我吓了你们才敢去看他的。